然后陪我玩玩啥都行，玩啥都行，但是不能玩手机，反正就陪我。电脑可以吧？就是一些电子产品都不行，用电的不行是吧？用电的都不行。Later。随便搬个凳子坐吧，随便坐啦，四儿。我对春节的印象就是家里的亲朋好友汇聚在家里一起吃年夜饭，然后一起做很多的菜，然后看春节联欢晚会，包饺子，收压岁钱，还有贴对联。哎呀，下一个人说，好，今天我们来这里的主要一个任务就是下一个人再聊一聊对春节。Spring Festival， 你来了。你春节都过都干啥？我春节一般从下午开始忙忙叨叨做年夜饭。哎呦，还忙忙叨叨呢！哎呦，哎呦，家里人一起忙忙叨叨做年夜饭，整的跟你做似的。哎，然后我们小孩就包包饺子啊，参与一下。哎，还会包饺子吧？就是一出锅就知道哪个是你的，哪几个碎了的是你的。对，包里面的哪一块馅儿是你包烂的啊？对，然后像家里会挂一些红色的什么小饰品、装饰物，鞭炮呀，然后贴贴窗花、贴对联，自己剪剪那些窗花呀什么，大概就是这样。还有最重要的就是等着家里的长辈发红包，挨个拜年发红包。对，那再采访一下张雨凡，那你平时春节的时候最喜欢吃的是？哎，你们家会吃那种炸丸子吗？哦，会，有有有有，还有腊鱼腊肉。哎呀，腊鱼腊肉不喜欢。这个哎，喜欢吃那种炸丸子。你还想采访我是吗？你说，我都能招架的来。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要干嘛？刘德健大壮还能开吗？没有啊。原来在你眼里，我们平时就是我们就是这样，平时这样，平时不说平时也这样啊？干嘛搞我？讨厌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哎、今天要搞我？别这样！干什么？啊！今天干嘛？拍我的生日，我要咋？就是因为没有电子嘛，没有电子，那我们就开写对联吧。对联吧，写个评写。那明年还要这个？好。呀，紫色。嗨，早知道化妆了，我醉了，就我一个人接，连底都没打。我是醉了。我是紫色，都是紫色，都是紫色。你最喜欢的颜色？我就是紫色。啥呀？大红大紫。我在这儿等你。DIY 成你喜欢的样。给你一个生日礼物，这都是你的生日。都是这我拿给你的啊，就这几天。包括什么？这个花长得跟他有点像。花。心里那一刀，你拿着报是不是要干嘛？出去吃？给我生日礼物。生日礼物，生日快乐。是你的生日啊。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。自己看到的自己拆掉。长大一岁了。自己干，自己做。这样的。站嘛，我就站。站。字儿。嗯。从这儿开始站。对。粘污点。不一定会招呼。还 P 来 P 给我一个。嗯。还 P。Y 还没贴上，稍等。啊，给你个 Y。还是往下贴。只能往一面。不是。往下你好拍照吗？真的。啊，好。真的真的真的。只能往一面。一面墙，我就当做板报了。太低了，这是奔儿吧？歪奔儿，奔儿吧。T 奔儿吧，奔奔宝奔儿。A B I R T H T， 把那个 T 拿来。来，等会儿这 T 我贴着呢。
A 是在我歌里，唱 A 是。你别这样粘了，骂。哦，是吗？对。Later， 一颗儒雅的大嘴花，就是非常的，然后就是评论区可以给他起给这个皮肤起一个名字，那边那个更像皮肤。你为啥？心里那一刀真的是开心了。切一刀，然后就可以开始自己啃，说不定里面有东西，会有手机吗？哎，哦、这个蛋糕好软，实在的一刀。来，说一下这是什么品格？它是什么品格？说一下这蛋糕品格。咱们就是说，上面它是一层奶盖，哦，里面有淡淡的紫薯的味道。然后有来，那我们要浅尝一下，来浅尝一下，浅尝一下，有必要浅尝一下？把它全掉了。真的不错，哎，已经上刀了，真的不错，我看这个鱼，奶盖，这个鱼，这个不是，这个小兄弟，这是奶盖，不吃吗？就是说，我现在就是行走在一片云彩，哎，里面有那个什么，那个糯米糍，它给我一种轻飘飘，然后豁然开朗的感觉。好像是一个什么少女在林间漫步，然后在我的嘴巴里面就是散开，然后就是弥漫，突然的。傻了，没事 ，It's OK， 没关系。西来，选，来。宁来，哎，就正好。那他们自己选吧。浅看，浅看一下，浅看一下。Later。好，我给你们出一个吧，模仿我的笑声。笑不出来。笑不笑？笑。真不知道怎么笑。我们怎么叫他怎么笑？我们怎么叫？我们怎么叫？哈哈哈哈哈！
那你模仿这个。哦，好的，好的，这就是桌子蹲不太好。叮叮叮！我去。咱们就是说，咱们就是说，还挺像的。来来来，哎，又数到我几号跟几号回家，这样。我有有有，几号跟几号把蛋糕吃完？我也有啊。你没有？没有，多了一张。我没有。无语，无语，真无语。来，光友，谢谢大家。来吧，首先一号和六号，你先说完干嘛，之后再说是谁。他们就是说，给你转钱，给我发红包200块钱，要二和四，二和四给我发200块钱。怎么不是一和六了呢？我改了，改了，快！别叫他是国王，阴晴不定的国王。我是国王，你是子言，阿房我。转多少？二和四，200块。我是四。我是三。这里有人，我手机呢？一和三分别在我的左右脸上，亲一口。你是什么？六，我是一，我是三。快来，转完了啊！已经化了很油很油的。奶奶，你去外面吃个大蒜。我一会儿我感冒，快见，快见，感冒，快见。很牛，一二三。哪边色号你喜欢？很牛，本来就没化妆，这张脸上更加雪上加霜。结束了，结束了，本来就没打底，脸就花了。等一下，龙总就说你脸怎么了？就说被他们两个揍的。